大家好。那很高兴今天大家来看，就是我们四个社团的演出。那因为我这首歌呢，歌名叫做《过火》。那原本呢，就是要用钢琴来为大家做一个呈现，但是因为就是前两天我可能骑车太过火，那就是手有受伤到这样子，所以是现在只能握吉他。那 OK， 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就是我会选这首歌，其实就是因为它其实在应该算是七零年代好人在唱的歌吧。对，那可能我们就是曾经都有在爱情中很爱很爱某个人，或是很为某个人付出，可是却得不到回报。OK， 那现在就大家先开始有过火。Oh.
伤悲，伤痛我没有。再说过，谢谢。